大家好，我是波哥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测评一款钓鱼的小工具啊，打结脱钩器啊。它这一边呢是可以打结的啊，这一边是可以脱钩的。说错了啊，这个是螺旋的一个头啊，线卡进去可以脱钩的。主要是用来脱这种有倒刺的钩啊，有的鱼比如说咬得很深啊，刀鳅那种，环刺鱼啊，刺钩刺的比较深的话。所以的话，无论是有刺无刺，都用这种脱钩器来脱钩。啊，它这一头是可以打结的啊，打结的，用来打结止泻的。啊，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打结的过程。勾进去啊，转一个圈，这样就打好了。这一个结非常的快速。然后打八字结的话是转个两圈，把几根线这样放到一边，这个结打出来就是八字结啊，八字结，这是双结，啊，刚刚前面那个打的是单结，这个是单结。单结的话，这样一抽是会抽掉的，然后八字结是这样拉不掉的。钓大鱼的话要用这个八字结啊，钓大鱼的话。打结是非常快速的啊，相对于普通这种，这种弯针，这种弯针打结的话，这。个人认为这种打结更快速啊，然后它这个整个做工也还好，然后价格比较实惠，然后这个是不锈钢的啊，看一下，没有磁性的啊，不锈钢的钢体，不锈钢的啊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个鱼钩，这是不锈钢的啊。脱钩的话，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过程啊，怎么用来脱这个，使用方法啊。这个先用这个赶紧演示一下啊。下面展示一下这个脱钩器啊，怎么脱钩的啊？演示一下，假如这个中鱼的，然后我们用这个线横着勾过来，转向竖直，然后往下滑，滑到这个钩里面，就把这个钩给脱出来了，这样。脱钩啊！